今天呢，我们鸿飞也有安排新歌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新歌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？这首歌曲，大家有没有知道我刚发的专辑？专辑名称叫什么名字？有歌我被送礼物啊？有没有？哦，有这边。我的专辑名称叫《相思花》啦。是，哦，这是专辑名称。是，啊，听到你今仔等拢会生相思哦。哇，开玩笑啦，对对对，是是。反正有足侪歌的歌名拢足古锥的，是，有迄个鸡龟鸡怪，好，啊，有迄个江山美人。江山美人还好了，鸡龟鸡怪就比较古锥一点啦。真的，我今天听这条歌拢会嗨呢，好可爱哦。还有一首，最近刚MV 刚出来的时候，哇，造成话题啊，这个歌名好特别，真的。啊，你听到那时候有什么感觉？听到那时候是想说，这句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听到我还问他说，哎，黄飞会唱这个歌啊？什么八呢？说这奇怪，这不是。感觉好像就是跟你之前的堆堆堆啦、碎碎碎啦，然后整个碎碎的这种感觉，就完全没感觉的这个味道。哎，讲到这一首歌，我真正我家己嘛就欢喜，会当唱到这首歌。是。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把两个啊和我亲切啦》，嘿啊，其实蛮特别的一首歌名。是是。然后内底吼有足侪音乐拢是真正人咧弹的，你知无？真正人咧弹。真正的景气，我是讲安尼讲，大家听较有。因为足侪音乐拢是电脑合成的。那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弦乐，真的是老师啊用生命感情在拉的，所以整首歌听起来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哦。对，然后连我自己去 KTV 唱，我都觉得好有 feeling 哦，自己还跑到 KTV 唱自己的歌，真的啊 ，feeling 规个都拢炸出来。真的嘿啊，我是感觉这一首歌蛮就是很好 K 歌的一首歌，是心情哪歹哦，哎哎呀，我感觉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来，那你的好朋友这一首歌曲要把它练起来，真的啊，出去外面哦唱一唱。啊，现场有没有人会唱的了？有，没有？你刚刚请了公说吼，办一个黄飞飞歌唱比赛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你们愿意吗？哇！那我先来唱这一首歌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现场掌声。我要怕一下新冠。不过声不够大，现在刚刚气都上来出来。今天突然都卡住了啊！你们都有带手机对不对？帮我分享一下，赶快开直播。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来欣赏，一起来欣赏我们的新歌《把两个给我亲切》。谢谢。花开无声，落土慢半停，爱情无声，离开看无影，一个人吃的饭。叫做路飘失魂，一个人的眠床，梦何时吃尽魂，吃天光？谁人把两个啊，予我亲亲？谁人歹一度啊，看开相思？感情千丝万缕，过去千言万语，爱到最后剩一口气。谁人？谁人木一棍啊，莫搁想伊。往事千金万金，情路千里万里，一世人打袂起。一句我恨你，安怎讲拢讲袂听，安怎拖拢拖袂行。爱若是一变心，一反心，一散。亲切，谁人把两个啊，予我亲切？谁人歹一度啊，看开相思？感情千丝万缕，过去千言万语，爱到最后剩一口气。谁人把两个啊，予我亲切？谁人木一棍啊，莫搁想伊？往事千金万金，情路千里万里，一世人打袂起。一句我恨你。谢谢，谢谢，亲切。
这个今天现场这个气氛都想要唱歌爱你的啦，是是是，你看刚才我们的公所的这个我们的主管跟我讲说，这个主持人，你待会可不可以跟黄飞协调一下？怎么了？商量一件事情，好啊。咱的市民哈，就想要跟你合照了。哪有什么问题？哎呦，哪有什么问题？所以我要下去吗？我们在台上。我在台上吗？好啊。希望说可以在台上跟你合照一下。当然啦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开心。不求支持。我们先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开放两张照片，好不好？两张，一张我们请黄飞转过来，面向我们舞台这边。是。然后。我们后面的观众朋友就当背景，好啊，算是自拍的那一种感觉，好啊，好不好？现场的朋友，你们要开心点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第二张照片，等一下在台上拍，这样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摄影师，我要先转过来吗？我们摄影师可不可以从我这边帮我们拍一下？好，来，后面的朋友，后面一样举个手，都拍得到大家哦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十万人，可以吗？第一个姿势正在考倒我们黄飞姐姐。这个三连拍啊！好，再一张，再一张吗？姐姐要躺下了。这样子就通。耶！好的，那我们这个公所这边回家 Google 哈，会看到你们的脸哦。是是是，那我们公所这边安排的要跟我们黄飞合照的这个我们的长官们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，这个来，赶快加快脚步一下，不然我们直接要回家了。对对对，我们黄飞这个来，我们要跟我们这个黄飞合照的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哈，来来来，可以赶快到我们的这个舞台上面来。好，来看一下前方的镜头，小心哦！谢谢，我们黄飞真的是非常的亲切。预备，开始。有吗？这样可以哦。好的。谢谢谢谢我们黄飞，非常的亲切，满足大家的这个愿望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在这边也谢谢，还有那里丢杯啊，里长。谢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哈！谢谢，黄飞，谢谢。哇，好，这个黄飞啊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告一个段落了。是那在这边呢，非常感谢我们屏东市的所有的市民们，